2011年11月，下雨寒冷的夜晚，在彰化基督教医院蔡崇伟董事长的祷告声中，为彰基海外医疗团揭开序幕。这一次的医疗团将分别前往圣文森以及圣路西亚，进行为期3周的医疗服务。依靠上帝的信心，由台湾飞往地球另一端的加勒比海岛国，雨天变晴天，也点燃了医疗团的热情。圣文森全名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属于加勒比海小安德烈斯群岛之一的岛国，面积346平方公里，比台北市大一些，全国只有3条大街，没有交通号志。圣文森曾经被英国殖民，因此语言以英语为主，总人口数约11万人，但是全国医疗水平不高，只有一家250床左右的国家医院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圣文森医疗团阵容包括医疗团团长胸腔科林明泰医师、麻醉科陈树仁医师、急诊杜宝珍护理师、护理部黄穗芬副主任、郑敏玲医检师，加上医疗团大家长高小玲执行长。大伙的目的地是距离住处15分钟车程的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Milton Cato 纪念医院在2010年与本院建立姐妹医院，不仅有医疗团到圣文森服务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也会定期派遣医护人员到彰基受训，进行长期有计划的人员训练，来持续提升医疗水准。一进到医院，医疗副院长带领大家到各单位了解环境。多年不见曾在彰基受过训的伙伴，在圣文森再度相遇，大伙儿都相当的开心。How are you, Nina? Nice to meet you. My God, my God. Good to see you again. Yeah. Okay.第二次来到圣文森的团长林明泰医师知道圣文森的气喘病人相当多，特地从台湾准备气喘治疗药物，一到医院随即与该院医生进行讨论，了解病人状况。这位小女孩因为激动性气喘发作，情况不佳，住进加护病房。林医师看过之后认为情况不乐观，及时建议其他的治疗方式，期待小女孩可以好转。经过昨天跟他们建议一些用药方式，包含了吸入1个小时吸入一次的支气管扩张剂之后，那我们今天早上再去看这患者，这小女孩她从非常厉害的呼吸窘迫、濒临呼吸衰竭的情况，进而早上已经可以自己去玩玩具。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就是希望借由次专科医师的经验跟我们的训练，来提升他们在这方面的不足，使这边的人民也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医疗照护品质。林医师继续前往查看一位肋膜积水的患者，因为情况需要，必须做胸腔穿刺。林医师借由这一次的机会，共同与当地医师以及医技人员做技术交流以及经验分享。对于这项操作困难的技术，大伙儿都相当专注地学习。另一头，在手术室的陈医师了解环境以及手术设备之后，与医护人员共同进行手术。陈医师透过实际手术了解到，圣文森患者因为害怕半身麻醉，大多采取全身麻醉。设备方面，医院手术室的硬体设备并不缺乏，但是人员不足是主要的问题。大部分的手术的方式会被要求用全身麻醉，因为在这边的居民
他们比较不喜欢半身麻醉，因为呢清醒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害怕。他们这边以硬体来说并不缺乏，不过实际上能够来操作运用的人可能比较需要再一次的能够让他们能够学习到现在现今现阶段麻醉界在使用的一些方式。圣文森的医疗设备来自世界各国的捐赠，硬体不缺，独缺操作人员。陈医师认为人员的培训是手术室软体进步的重要因素。护理方面，穗芬副主任到护理部了解当地的护理观念，并且到护理站观察护理人员作业，期待双方的管理经验以及临床技能能够相互的交流。我们知道在医院里面感控的这一块的议题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如果能要提供建议的话，我会先从感控相关的作业、护理作业流程，那我会提供这些这个方向的协助这样子跟建议这样。而在彰基总是第一线冲锋陷阵的急诊护理人员宝珍，来到生性浪漫的圣文森，有些不习惯，但是对于患者的态度以及良好的医病关系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里的人我觉得他们对医护人员都很尊重，特别尊重。那我希望是说从这里可以学习到如果说我有我好的经验或是说好的方法，那我希望可以一起跟他们做一些讨论分享。那当然是有时候，因为毕竟他有时候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工作的流程跟既定的事情，那并不会去说一定要去做什么改变。那我觉得就是一个互相学习成长的机会。这一头敏玲医检师与 Elliot 正埋头整理检验资料。来过彰基的 Elliot 知道彰基检验医学科相当优秀，希望把握这一次机会建立完整的检验流程以及资料库，进一步期待通过 ISO 认证。所以这几天我们先从建立一些仪器清单，还有检验项目清单，还有它的品管跟能力试验的部分先做一个 list， 做 summary 之后呢，接着预计我会把它所有的文件做一个编码，然后我们再针对有缺的部分去把文件给建立起来。那另外呢，我也提供 Elliot 他能够找寻一些在网络上能够找到的资料，那也作为他未来写那个二阶文件，就是 quality menu 的一个参考。圣文森与台湾 Milton Cato 纪念医院与彰基两国两院良好有效的合作，让圣文森总理龚萨福特地接见驻圣文森施文斌大使所带领的彰基医疗团，感谢彰基对于圣文森的医疗服务。 And I really want to thank the Christian Hospital. TheI've come here to save lives and improve the health of our people, and we have to thank them very much. And this is part and parcel of the enhancement, more broadl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s of Taiwan and St. Vincent and the Grenadines. And I hope very much that this relationship be strengthened. 两边这个签了姐妹院的这个协定之后呢，事实上两边的交流啊都非常的密切，彰化基督教医院呢、在这方面一直当领头羊啊，我非常的感谢，我们一个非常感谢这个郭院长还有各位整个医疗团队啊大家的全力支持。
圣文森医疗团持续进行医疗服务的同时，距离圣文森30分钟飞机航程的圣路西亚也有张基医疗团的足迹。圣路西亚位于圣文森的北方，也是属于加勒比海小安德烈斯群岛之一的岛国，面积620平方公里，约2个台北市大，语言以英语为主，人口数约17万人。首都卡斯翠 Castries 位于圣路西亚北边，人民大多集中居住在北部，而 St. Jude Hospital 位于距离首都将近2个小时车程的南部，是这一次圣路西亚医疗团的目的地。2009年一场大火将 St. Jude Hospital 烧毁，重建期间医院将各部门安置在体育场各角落。互定姐妹医院誓约的张基与 St. Jude Hospital 在火灾后更显珍贵情谊。从2009年开始，张基已经派遣9梯次医护人员到圣路西亚协助 St. Jude Hospital， 也受到当地居民以及高层非常高的赞赏。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assistance because most times it's a sacrifice that is being made to assist.For friendly government to assist, and we have to recognize that and show that level of appreciation. 这个在当年的9月9号 St. Jude Hospital 他们发生了一个大火，把他最重要的 surgical building， 把它给烧掉了。那我就很快的跟，张基，主要是这个，高博士取得联系。那，我想张基也非常的慷慨，在那一年的11月就派第一团的那个。职工到这边来服务。我想这种医疗合作模式除了有利圣路西亚老百姓之外，对于派过来的这些当事人，这些医生跟护士，也是他们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是希望张基能够在未来能够还是继续加强跟圣路西亚的医疗这个合作，然后继续的派遣医疗团队来这边协助那个圣路西亚。I want to say a very special thank you to S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and also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Taiwan for supporting St. Jude Hospital. We currently have the 9th group of medical volunteers from Shanghua Christian Hospital and.That has been a very, very, very effective program for us. So, it, in its unique way, meets our needs. I hope too that the volunteers who come down are learning and growing along with us. 第九梯次圣路西亚医疗团阵容包括团长、皮肤科蔡延云医师、急诊医学部。谢贝尤医师、牙科吴琼玉医师、急诊陈慧君护理师、手术室杨金奇护理师以及医工部黄世哲工程师。大伙儿每天徒步到距离住处10几分钟的 St. Jude Hospital， 艳阳高照，大伙儿齐步走，为的是在医院等待的患者。在运动场临时搭建的医院诊间里，皮肤科蔡医师正在为患者看诊。在圣路西亚看诊，首要面对的问题是人种以及药品的不同。圣路西亚人民大多是黑色皮肤，疾病引发的病灶以及伤口颜色与台湾黄种人截然不同，而药品也与台湾不一样，对蔡医师来说是挑战也是学习。那因为其实在皮肤病上来讲呢，皮肤的
skin type 不同，那疾病也就不同。那就算是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的 skin type 伤害表现就会不一样。那第二个就是说，这边的药品跟我们那边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后来再去了解才知道，这边的病人呢，主要是以释出处方签为主，所以这边很多皮肤科的药是我们自己去查其他药局的清单以后，那开药再给病人去外面购买。那这个习惯是跟台湾很不相同的。与当地医师沟通以及了解病例之后，蔡医师越来越能掌握圣露西亚患者的状况。蔡医师也表示，这边的医病关系良好，病患很尊重医师，而有机会了解不同国情、不同病患是很好的收获。我跟他们的其他医师讨论过，那第一名大概还是湿疹类的，那可能就前一两名就是湿疹跟 Tiny 啊，就是我们所谓的霉菌感染，包括香港脚啊、那骨癣这些，我们都算是霉菌感染。那因为这边气候很潮湿，所以这两个疾病跟台湾其实差不多。在急诊协助的谢医师以及慧君护理师正为受伤的小朋友处理伤口。圣露西亚的小朋友很乖，也很听话，处理伤口时没有大哭大闹，而是安静地接受治疗。除非是救护车送来，他们会直接送到急诊，要不然就是等着医师叫病人。像我就自己遇过，可能他是外伤的病人，需要缝伤口，可是他也其实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两个小时了。所以就觉得，这边病人的耐心其实还蛮好的。急诊大部分还是就是一些伤口处理，他们会把它送到急诊来，然后比较严重，像有发烧啊、肚子痛啊这些，不能排除是急诊的问题，他们也会送到急诊过来。虽然在 St. Jude Hospital 没有完整的电脑医化系统，较无便利性，也缺乏除错机制，但是手写病历以及处方签能让医师更仔细小心，并且正确核对药品。而也因为病人少，医护人员与病人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可以更了解病人的情况，与台湾分秒必争的状况大相径庭。很多那个 paperwork 啊，因为没有电脑系统，所以病历啊都记录都是用手写，然后医生的 order 也都是手写的。处方签什么都是手写，对啊，可能还需要更严谨的一个措施去 check order 是不是有错误。在病历书写方面的话，我觉得，也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些电脑资讯或者怎么样，全部都是用手写的。好处是你核对医生医嘱的时候，你会再确认一次，拿给病人去批假的时候也会再看一次，所以这样的话对医嘱的，医嘱的核对方面会比较清楚。另一头，吴医师在牙科诊间为患者服务，碍于设备不足，吴医师仅能做拔牙简单的诊疗。也许是经济问题，来院看牙医的患者大多要求拔牙来解决牙齿的问题。他们这边的病人大部分来就是要拔牙，因为我前几天有看过一个病人，然后他本来是可能做根管治疗填补就 OK 了，因为他那个牙齿的 decay， 他那个缺损不是很大，但就蛀得比较深。那当我跟他讲说治疗过程就是可能根管治疗再填补，然后他立刻说，他想一想立刻说不要，因为可能是他们这样要付比较多钱，所以他就说他要把那一颗拔掉，对，他也没有其他的钱去做其他的治疗。St. Jude Hospital 临时搭建的手术室有两间，经期护理师使用传统刷手一刷手，虽然手术室简单，但是刷手程序一点都不能马虎。没有手术的时间，经期护理师会到供应室帮忙，将自己全力付出。他们开刀房手术室只有两间，那我们大概有29间，所以开刀起来他们就是 tempo 会比较慢，因为他们一天的刀量也大概只有5到6台，不像我们就是会有100多台，对啊，就相差还蛮多的。所以因为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刀数也没那么多，所以他们的那个五 S 就相对的做的比我们还好。他们就是每天的话，就是每台刀手术之后，就会把房间擦的，就是会擦的很干净，之后再接下一台病人。负责医工的视哲工程师正在修理故障的 X 光机，并且不断地与当地医工人员沟通，但是碍于设备以及零件不齐全，停滞处理是常有的状况。最大困难就是很多零件都没办法找到做那个 supply， 就是那个供应商啊。那我们在台湾那个比如说上网订购电晶体什么的，两天就到。这边他们可能话要美国，从美国那边，而且很多维修商不愿意来这边。虽然在 St. Jude Hospital 有许多问题需要改善，像是在急诊的疾病减伤分类、感染控制、各科会诊问题、卫教观念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两三周就能改善。医疗团在不同的医疗环境，用不同方式竭力协助，并且提供台湾的做法以及观念，达到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目的。设备上不是那么足够，那在沟通上也有点困难，可是其实大家得到的一个回馈，我觉得或许比台湾来讲是有另外一种令医师觉得受到尊重的感觉。在台湾可能器械很多，所以你可以经过比如说十个步骤把它拔出来，可是在这边你可能就想要说你只能用两三个步骤就要拔出来，所以我觉得可以让自己多一些思考吧。病人数量比较少，所以相对跟病人的相处时间就会更长一点，就你会比较有时间在第三、第四次再去看病人，看看人家怎么做，会增加自己的视野，然后会增加自己看看别人不同的地方，看看他在做什么，回去之后想法会比较不一样。三周的时间，你能完成什么？完成环岛旅行或是一个瘦身计划？在彰基有许多医护天使，三周完成了一趟分享爱的旅程。依靠上帝信心，医护人员用爱在异国成为陌生人的天使。不止一个三周，未来还有更多的三周。让我们为彰基海外医疗团大声鼓掌喝彩。在这种落后国家，人民对医师的尊重是真的被肯定的。我会觉得来这种地方，除了说一场我们当医生的梦之外，另外一个是我们也可以获得我们该有的尊重。加入医疗团可以找回你起初愿意加入医疗团体的那一份热情跟那一份爱心，你永远不会后悔。医疗团，这是我是第一次，那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在需要的地方能提供我们的帮忙，这是我觉得这个护理工作才是更有意义的。在这边，我觉得让第一个我们院内的同事，其实大家感情更融洽、更密切。那在这边，我觉得多认识一些海外的朋友，我觉得其实那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只要你肯冒险，只要你不要害怕，我觉得海外医疗团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它会开阔你的视野，所以加入我们吧，耶！来到这些国家，
我觉得在医病关系上其实是比台湾更好的，因为病人对医师的信任度是比较高的。对于参加医疗团或者是志工这样的服务性质的工作的话呢，一辈子至少应该要做一次，去体验看看，帮助那一些真的很需要帮助的人。来这边可以体会一些当地的风俗民情，然后可以深入了解就是这边医疗的缺乏。我觉得这个医疗团真的很有意义，而且也让我觉得认识到那么多新的朋友。哎呀，就是他们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不是只有圣路西亚的人。对啊，是一个很让我收获很多的一个经验。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只要你有心，欢迎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耶、yeah! ！Hello， 台湾！多专科的学习更能发挥这样的功能，所以鼓励所有的学妹要踊跃的加入我们的医疗团，加油，加油，加油 ！Hello， 台湾！欢迎来参加海外医疗团，就这么帅的内科西亚哦 ！My girlfriend in here 。要不要参加海外医疗团啊？要、yeah! ！海外医疗团的重头戏就是晚上大家互相煮饭呐、啊。那煮饭其实并不会难倒我啦，因为如果认识我的人就知道，其实我还蛮爱吃，而且很爱煮。哎呀，哦，这样有没有感觉很厉害？哎呀，厉害！要请包哥要煮菜哦。很像。来，还有一道菜，这是开胃的餐前小菜。那你们吃的应该还不错吧？哦，对不对？对，好好吃哦！都吃得非常饱。那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刚好晚上也可以利用，因为大家分布在不一样的部门，那每天遇到的问题都不一样。那刚好可以在晚上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彼此的分享，那交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很棒的机会。